要住得安心，梗系要定期验窗啦。每次验窗要揾合资格人士，又要格价，又要揾有口碑嘅，都几头痕噶。不过屋宇署最近出咗个新嘅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，等业主可以喺同一个平台揾合资格人士格价赞好，绝对系验窗嘅好帮手。窗安无事用法好简单，业主只需要注册账户，输入基本资料，就可以睇晒已经喺应用程式注册嘅合资格人士同埋被赞好记录，仲可以邀请最多十位人士报价，兼且可以喺聊天室直接同合资格人士沟通，亦都可以向屋宇处查询强制验窗事宜添。窗安无事会提供埋一般市场价格嘅参考资讯。而验窗完成后，合资格人士更可以透过平台通知业主递交文件的进度，业主满意就可以俾个 like 佢，以后验窗就轻松得多了。